我今天就玩大黑帮手游。黑帮家族哎、其实我有点想要讲这个，哦，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。哎呀，无尽街区哎，那什么是无尽街区？这个也蛮帅的。哦，哎，这个很像是新活动的样子。那像无尽街区，它就是要有这个金骰子哈、哦，那也可以用银骰子去甩，是吧？金条，哦，买一个给你们看。哦，所以什么是无尽街区？啊，谢谢他的介绍。啊、我们今天讲这个好了。我们先让这只上紫色，让你去研究一下，碎片有没有讲？这样是你吗？会给我一扇窗，让我放松说。钱、物资、金我都缺，怎么办？我搬家了，我搬家了。这是我全新的家，然后基本上可以结束了。我们大黑帮就到这边。其实雇佣兵的箱子我已经讲很多了，我之后都会给你们看一些道具啊。警探总可以讲了吧？嗯，不然就讲那个、啊，对，礼包在哪边找？